尽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天下大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想要结束这乱世，不是打倒某个人或是打倒某群人就可以实现的，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貂蝉临命，恐怕他就是一个能与无辜匹敌的怪物。卧龙之女隶属于我，那就杀了他吧。